第十四集，我叔和玲玲又住在一块儿了，夫妻样住在一块儿了。谁都想不到，在丁庄人的眼皮下边，他们贼胆着住到一块儿了。他们像水和沙地一样，水在沙地上走一走，沙地便把流水吸住了，像那阴的阳的吸铁石，碰一下，砰一声，粘在一块儿了，如草籽和黄土。 风一起，草籽就走了；风一落，草籽也落了。落入一片沙土，它就生根了。玲玲是被她男人打了一顿后，是被她男人婆婆一道赶回娘家的。赶回娘家就赶回娘家了，人家就又张罗着为丁小明说和媳妇了。他有病，艾滋病，快死的人，又和本家哥有了那贼欢的事。 打是合该的，赶回娘家也是合该的。人家再给没病、才二十几岁的小明张罗媳妇也是合该的。如果有了合适的，首先得是没有热病的。等玲玲死了再娶也可以，和玲玲抓紧离婚再娶也可以。玲玲娘家的爹妈都是打理的人，面对面的对着人家说：“我家没养出好闺女。” 让小明再娶吧，女方要钱多了，就把小明给玲玲的彩礼还给人家吧，人家就托孤请姨张罗媳妇了，玲玲就被她娘家的人骂着领回了。可是呢，春天她说来就来了，夏天她说来也要赶来了，天暖着又热着，冬眠脱掉了，春暖的衣服也要脱掉了。 差不多该穿下单的衣裳时，玲玲到丁庄来取她的下衣裳，用一个包袱把她的单衣全都包起来，提着从男人家里出了门。婆婆把她送到门口上，盯着她鼓囊囊的包袱说：“玲玲，你的包袱里没拿别人的衣裳吧？”玲玲说：“没有呀。”婆婆说：“小明快找到媳妇了。” 到时候你还活着时，让你回来给他离婚，你可不能不回呀、啊。玲玲就默着立在丁庄的街口上，离自己婆家只有几步远，能看见那门楼上镶的瓷砖缝，像用墨描过，又黑又直的亮。立一会儿就走了，走出了庄，从庄外通往丁庄的那条水泥路，笔直的搁在田野上。 高出地面半尺多。早些年，路两边挖了排水的沟，沟边上又栽了箭杆杨。现在呢，杨树被丁庄家家户户砍光了。现在呢，沟里长满了草，稍有风，草就在风中欢着摆，哗哗的响，哩哩哗,哗哗响。现在呢，两边的庄稼地，小麦已经挺直身子了。 杆儿和铁丝一样硬撑着，地里有着干活的人，是浇水。正晌午，日光严酷酷地照下来，走在那光秃秃的路面上，像走在一段火道上。玲玲就走着，脸上的疮痘有些痒，不敢用力挠，只用手去轻轻抚着摸，像摸一个刚生的孩娃的脸，就那么摸着，慢慢走。 嘘嘘的步，低着头，可是正走着，他就听到了一声叫，是我叔的叫，不轻不重的叫，那声音如从头顶掉下来。玲玲，玲玲站住了，她看见我叔站在前面路边上几步远，还和先前一个样，脸上也还是有些快死前的铁青色。他们就那么对望着。 对望着，玲玲忙往身后路上看了看。我叔说：“没有人，有人也不怕。”玲玲说：“你在这干啥呀？”叔就先自坐在路边上。听说你回丁庄了，我在这等你呢。有啥事，坐坐嘛。玲玲犹豫着，叔又说：“宋婷婷还在她娘家呢。” 玲玲就在他身边坐下来，两个人默了好一会儿。我叔说，你是回来取夏天的衣裳吧？玲玲挨一下，把手里的包袱动了动。叔就问：“病咋样了？”玲玲说：“还那样。”叔又说：“我也还那样，熬过了冬，春天、夏天就能熬过了。”然后呢？ 两个人就都没了话。没一会儿，我叔笑了笑，拉了他的手，他也让他拉了手。这是在赵德全死了没多久，不久前他们还在玲玲的娘家见过面。可他们像有几年没见样，彼此对望着，莫望着。他就把他的手拉在自己手里看，看他手背和手腕上干结的疮洞，用手去他的手上轻轻的挠。 他就有了泪，把手缩了回去了。我叔说：“不走吧。”他便望着他。叔又说：“宋婷婷要和我离婚了，丁小明也要和你离婚了，都离了，咱俩一块儿过。”他不语，叔就湿了眼圈活不了几天了。人家说，今年冬天。 热病就会大爆发，怕你我都活不过今年嘞。不光图活着是个样，还图死了你我能埋在一块儿，死了也是伴儿。玲玲抬头看着书，眼里的泪珠又大又亮，如珠子般。我叔替她擦着泪，哎呀，哭啥呀？反正你我都是快死的人，管他妈的别人说啥呢？ 我们就在庄里住一块儿，看别人能把你我咋样。叔也含了泪，就是要住在一块儿给人看，给丁晓明他们一家看，给宋婷婷和丁庄的人们看。叔有泪，脸上还是挂着笑。他们要和你和我去离婚，咱们住到一块儿后，你我还要找着他们离婚呢。我叔说：“你回到娘家去。” 爹娘可怜你，哥也可怜你，可嫂子知道你身上有热病，能不冷眼看你吗？我叔说，你想住到我家就住到我家去，你怕见宋婷婷用过的东西了，咱就到庄外打麦场上住，我把家里的锅碗瓢勺拿去就行了。他们就明目张胆住在一块儿了，夫妻样住在一块儿了。 胆大妄为地住在一块儿了，住在一块儿也就住在一块儿吧。在庄外打麦场上的两间土坯瓦屋里，我叔从家里拿去锅，拿去碗，拿去了铺和盖，像过日子样。他们在那儿过着了。田地是分着各家的，可打麦场一般都是几户、十几户的共用着。 这块打麦场原是从解放后的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生产队，再到今天各村民小组里，它都试着打麦场地分了，麦场共用着。卖场上的草屋倒塌了，庄里人脱坯对瓦，又盖了这两间厂房屋。没有别的用，就是农忙了，轮着在场上打麦时，庄人累了，在那屋里歇一歇，睡一睡。 农闲了，就在那屋里放些农具啥的。到现在，它就是叔和玲玲的新家了。把几块板架在里边一间的窗户下，在外边一间起了灶。东西一规整，该放哪儿的把它放哪儿，不该放哪儿的就不往哪儿放。墙上钉了钉子挂筷楼锅边支几块木板摆盆碗。这里就和家是一样了。 他们也就有了家，有家也就有家了。几天前，我叔往那屋里拿锅、提碗时，还有些偷偷摸摸的样。然在几天后，因着再小心也挡不了人知道，也就索性不管不顾了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破罐破摔了。柴米油盐都大着胆儿的往那儿拿，碰到了问的人。 把话说的和镜子一样明亮着。有人问：“丁亮，把家里东西往哪儿提呀、啊？”他就立下来：“我没提你们家的东西吧？”人家被噎了，想一会儿：“你这人呢？我是为你好。”他就说：“为我好，来来来，让我把我的热病传给你，你把你没病的身子换给我。” 人家就又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人呢？”他又说：“我咋了？”人家说：“哎呀，你走吧。”他偏就立在那儿。我立到你们家里了，你凭啥让我走啊？他不走，人家就走了。不敢再问他和玲玲的事情了。可人家走了，没有回着自己家，而是去了丁小明的家。转眼间。 丁小明没有走出来，丁小明的娘从家里出来了，直奔庄西的卖场屋，脸上挂着青，头发有些乱，手里拿了一根三尺长的棍，胳膊粗的棍，在庄街上顺手捡来的干柴棍，呜呜的风炫着朝着庄西走，身后跟了十几个看热闹的媳妇和孩娃。到了庄西卖场上。 他立在卖场中间，破口大骂道：“杨玲玲，你这两腿里能开进汽车的破鞋，给我滚出来！”玲玲没出来，我叔从屋里出来了。他立在小明娘的前面几米处，把手插进裤兜里，一只脚靠些前，一只脚靠些后，身子半斜的朝后边仰，脸上挂着赖人的笑，轻轻淡淡说：“婶 <laughs>。” 要骂你骂我，要打你打我，是我勾引了玲玲的，她要回娘家，是我把她拖到这儿住的。小明娘就瞪着眼：“你把玲玲给我叫出来！”我叔叔，现在她是我媳妇，有啥事了你找我。”小明娘的眼就瞪大了：“她是你媳妇，她没和小明离婚，就是小明的媳妇了，就是我家的媳妇了。 你这没脸没皮的丁亮呀！你哥是有头脸的人，你爹教了一辈子的书，咋会有你这个没皮没脸的兄弟和孩娃？我叔就笑了：“婶，你知道我没脸没皮就行了。想打想骂，你都来打我骂我吧，往死里打，往死里骂。打够骂够了，玲玲就是了我的人。”小明娘的脸不再光是青。 还有了紫，有了白，还有通红啥的，一阵青，一阵白，还有一阵红。他像受了我叔的辱一样，像叔把一口痰吐在了他的脸上样，嘴唇哆嗦着，手也哆嗦着。到这儿不打不骂是真的不行了，不打不骂收不了场。他就在嘴里撕着嗓子骂了一句啥，果真把手里的棍子举到了半空里。 我叔就把手从兜里掏出来，在胸前一抱，蹲在他面前：“打吧你，你婶，往死里打。”小民娘的棍就僵在了半空里，要打的，他就蹲着让打了；又好像他本不想打，骂骂就是为了解解气，为了面子上的事。不骂哪能在丁庄撑起面子上的事？不骂哪能有脸在丁庄活人呀？ 本是不想打，他却蹲着让打了，还叫着婶说：“你往死里打！”这就哪能打下呀？棍子就僵在了半空了。春阳透明泛亮的照在麦场上，在那周围的田地里，麦棵上闪着了清润的光。还有谁家的羊？日子都过到这步田地了，谁家还悠然的养着羊？ 谁家的羊在田里啃着小麦棵，麦叫声长的和飘着的丝带一样。叔就蹲在麦场上，胳膊绞在怀前等着打。小民娘她反倒不打了，突然把棍子一缩，说：“你们都看呀，啊，看着丁亮哪像个男人嘛？他为了那破鞋妖精，蹲在这让我打。”扭回头，他嘶着嗓子唤：“都看呀！” 都看看呀！啊，快去学校叫丁庄的人快来看看吧！啊，看我水阳哥教了一辈子书，教了一个啥海娃，为了一个妖精，他脸都不要了。他换着就往丁庄撤着走，仿佛他要自己回去叫人样。边走边换着，跟着来看热闹的人，一群一大群，也都跟着他往丁庄走，又不断的扭头看我叔。 就见我叔从地上起来了，站在原处盯着远去的他婶，亮着嗓子笑：“婶，今天你骂也骂过了，人你也让我丢过了啊！我和玲玲是死是活，就在这儿过着了。以后你要没完没了的再这样，我丁亮可不是今天这个样了。”叔和玲玲就在这卖场屋里过着了，过得明目张胆，和一对夫妻样。 啥也不怕了，回庄里取东拿西，走在庄街上，有时还敢哼着歌。在路上碰到一些年老的、年长的人，经过了许多人事的事，见了他会先看他一会儿，然后试着问：“亮啊，缺啥吗？缺了就来家里拿啊。”他就立在路边上，脸上有些感动的样，甚至有泪想要流出来。 望着那年长的人叫伯或叫叔，叫了后，淡淡的说：“不缺啥，伯，让你笑话了。”老人说：“哎呀，笑话啥呀？命长命短都是一辈子，到现在还管别人干啥呢？”他的泪就忍不住的出来了。庄里的年轻人见他扛着粮食或小桌往庄西的打卖场上走。 累得汗在额上打转，会不言声地夺了他肩上扛的东西，搁在自己肩膀上，怪罪着：“嗨，要拿啥你换一身啊！你这身子哪能自己扛呢？”叔就笑着说：“哎呀，没事儿。你以为你哥是一包糠啊？”人家也笑了，和他并着肩。哥，说真的，有了热病，不耽误你和玲玲那事吧？ 叔就吹，不耽误，每夜都做两回呢。那扛着东西的惊奇了，站下来，真的呀？叔就说，不做两回，玲玲她会甘愿拜着名儿和我住在一块儿吗？那坐地的他就相信了，不解的和叔并肩。到了卖场上，话不能再说了，就在玲玲身后盯着看，死眼看。 果然的，发现玲玲有那样一副好身子，细的腰，猛的臀，宽肩膀，头发乌乌着黑，一根是一根，挂着肩，如同流着的水。来人盯着玲玲的头发看，书爬在人家的耳朵上说：“我输的。”来人吸了一口气，扭头看着书：“你浪呀！”书笑着。 玲玲听见身后的声音了，在那搭着滴水的衣，或是做着别的事，忙就闪过了身。这一闪，就让人看完全她的漂亮了，看完全哪儿都不比宋婷婷的差着了。也许她的圆脸没有宋婷婷稍长的脸更输人的眼，可是她年轻，刚刚二十多，不多几。 浑身上下那年轻轻的压不住的嫩朝气，却是婷婷没有的。来的人就那么痴痴的看玲玲，书便一脚踢在了来人的屁股上。来人脸红了，玲玲脸红了。来人忙把扛着的东西往这屋里放，玲玲忙进屋里去倒水，因为刚才看吃了眼，现在不敢坐下喝水了，借、这个理由又看一眼玲玲就走了。 玲玲把来人送到门口上，叔把来人送出打卖场。到了卖场边，两人立下来说：“亮哥，好好过，我要有玲玲，让我得两次热病都行了。”叔笑着：“快死的人，贼欢呗。”来人就一脸正经了：“结婚吧，结了婚，你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着搬到你的家里住。” 叔便不笑了，望着那来人，想着心里的事。有一天，爷正忙着他的事，叔来了，来找爷说事，来说和玲玲结婚的事，说和我婶宋婷婷还有玲玲和她男人丁小明离婚的事，要说几桩事。叔来了，笑着说：“爹，我想和玲玲结婚呢。”爷一怔。 你不死掉，你还有脸见我呀？这是叔和玲玲住到一块儿的半月后，他第一次来到爷的屋子里，第一次要正经八本的和爷说事儿，要说一桩庄重的事。可爷骂了他，他的脸上依旧还是挂着松活活的笑，赖人的笑，把身子歪到桌子上。我想和玲玲结婚呢，爷就瞟着他。 你和你哥一样，还不如死了呢。叔把身子竖在屋子里，不笑了。爹，我俩真的要结婚。爷就惊着了，盯着叔在看，看一会儿，他从牙缝挤着说：“你疯了！想一想，你还能活几天呢？他还能活几天？”我叔说：“疯啥呀？” 管他还能活几天？爷又说：“你能活过今年冬天吗？”叔说道：“活不过，才要抓紧结婚呢、啊。高兴一天是一天。”静了一会儿，如静了一辈子。爷问他：“咋结婚呢？”叔说道：“我去给婷婷说说离婚的事。”说着，他的脸上又挂了一层笑，一得得的笑。 像占了啥便宜一样，娶了啥盛世一样。这回不是我怕他跟我离，是我要跟他离。笑了笑，又把笑收着。玲玲不敢去她婆婆家，得你去给她婆婆和小明商量离婚的事。爷就不说话，默了大半天，像默了一辈子，过去了一辈子。爷又从他的牙缝挤出一句冷硬的话。 我不去，你爹没脸去。叔就从爷的屋里出来了，出来前他笑着瞅着爷：“你不去，我让玲玲来给你跪下来。”玲玲就来了，真的给爷跪下了。玲玲说：“拜，算我求你了，我看丁亮活不过夏天了，就是活过了夏，也难活过冬。” 他的两腿间到处都是烂脓泡，烂的每夜我得用热毛巾给他擦半天。我也活不过今年了，小明一家不要我，回到娘家去，爹娘哥嫂都想躲着我，嫌弃我。可我没死，我得活着呀！哎，你说是不是？我没死就得活着呀。婷婷姐是要和丁亮离婚的。 小明家也是要和我离婚的，都想离，那就离了吧。离了，我和丁亮结个婚，哪怕就过小半年、三个月、一个月，可我们是名正言顺的，死了就可以堂堂正正埋在一块儿了。拜，让我死前能叫你一声爹，死后你把我和丁亮埋在一块儿。他喜我，我也喜着他。 埋一块，我俩是个伴，还是一个家。你活着心里也踏实。有一天你到百年了，谢世了，我玲玲会在地下孝顺你，孝顺你和娘。拜你就去和我婆家说上一声吧，算我玲玲求你了，算你家的儿媳求你了，我给你磕头行不行？也就果真磕了头。 连磕了几个头。